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要说到超级工程，许多发达国家都有那么几个。当然近些年来中国的超级工程一个接一个，多的都快数不过来了。不过我国的超级工程毕竟更多的还是属于公共设施，但有些国家就不一样了，每次出现世界瞩目的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了给土豪们提供服务。想必小伙伴们不用猜都知道说的是哪里了吧。迪拜作为阿联酋中最显眼的那颗明珠，也是人造旅游项目做得最成功的地方，各项娱乐设施就不用多说了。当然有钱任性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为了开发出更好的旅游资源吸引土豪，世界级的人造景观一个接一个，尤其是当时备受关注的尊吕岛。一开始不论是设计方案还是施工进展都很被人看好，这个项目计划由四个主要岛屿群组成，但是后来因为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，项目就被搁置了一段时间。金融危机过后再回来重启这个项目，却发现一部分填海工程直接打了水漂。这就是世界上最值钱的烂尾工程，世界岛工程。当时的计划是让这个岛屿群俯瞰下来就像是一张世界地图一样，但遗憾的是这个工程的填海造路工程量太大了，而且各种材料费人工费一算，之前在上面就花了815亿，结果因为海水水位上涨直接给淹没了，所以最后无奈只好放弃了这项工程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造路工程同时也成了最大的烂尾工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